哎呦，沈月桃，就简称叫桃子。嗯，你看，哎，悠悠的，看看。哦，妈妈，你再看，这个本子呢是要自己买的，也，但是我没有买，因为无忧他没有拿老师给他的嘛。然后一个是数学笔记本，还有一个是数学练习册，也就是说数学的作业。英语这门我们还没有开始教。你就是他的老师？嗯。你教的？对啊。嗯，不错。数学这个笔记本还会多好多页，不要问我为什么作业多。很简单。嗯？我还没写完呢。你看鸡蛋。悠悠画鸡蛋。嗯，真的？不像吧？只是煮好了就不会变成这样。哦，熟的鸡蛋是吧？小同学，妈妈是你的小同学。当然啦，就你的小屁屁，就那个黄色鱼呀。哎呀，你快点写啊！我们要在十点前交好作业。交什么作业？小一二三四，对，小熊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蜡笔小新。嗯，因为我担心我有画墙的冲动，所以我又贴满白纸。你们看到吗？就无聊的时候，这样子。哎呦，今天作业你完成了吗？给我看看。一个可爱。这什么啊？你看。写错了吗？可爱吧。这是什么？我怀疑。鸡蛋变成什么了？小熊啊。妈妈。嗯。你看，老师是这样写的，他却倒过来写。你不是投影在那个电视上是倒过来吗？没有，我后来改了镜像啦。就换了个方向了，多厉害！你镜像他都能画出来。他真的难道一点都不怀疑是很奇怪吗？Homework 这一听就是 H 开头吧？我要改。第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啊，今天作业这么简单吗？你看小可爱，我先去看点东西。哎，真是的，写着写着作业他又跑了。妈，现在我和无忧还有他们班同学啊，是学到那个数一数，学的是一年级上册数一数，然后所以我们数一数呢，因为我担心他不会写字嘛，然后我就只好写一二三。行，就这样。嗯，我只是看一下怎么画小熊嘛，看一下豆豆啦。这是冰淇淋。你会画这个小熊？我会画这个呀。哦。我想看一下它是怎么画的。二、一、五。是，妈妈，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画的吗？嗯，因为它那个是这样子的嘛，所以我就只好是这样子，所以你们看到吗？嗯，先字都倒过来的，这个五写的不像五，这六写的不像六。最后一个是三，让我先联系。那你们好好学习喽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写完作业啦，你呢？我画画作业还没完成，明天我要把本子还给老师，因为我上的是下午的课，他下午请假，我上午请假，然后所以他写的东西我都没抄到，所以就向老师借了本子。我这么在后院画了个桃，像吗？桃子，对，桃子，中文名叫桃子，没人会叫沈月桃吧，就叫桃子。
神乐桃好好听。